那你今天带来什么歌曲？今天带来这首歌曲也是因为我这场演唱会，我们公司特别请石国恩老师帮我量身定做的一首歌，要来感谢我的长辈跟我的好朋友的。那这首歌也是跟返乡一样，一个欢凶。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吴俊宏。想艰苦，男人的家务。